然后大会，我们马联总会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我们首主任。好，就那个小一点的，都是吧，好吧。From China, from the Confederation of Toronto Chinese Canadian Organizations。小姐们，我们要看文件的。来，文章，文章，文章。哎，文章，文章，来，来，来，雷市长呢？对，一个呢有几个方面，第一个呢就是教材，提供教材，是吧？我们组织了一些中国的一些大学，来编写了适用于海外的华文教育的一些教材，提供教材。第二一个教师的培训，可以到我们邀请的部分教师呢到中国去接受这个师范的培训，教师的培训。另外呢，我们也选派一些国内的优秀的教师到多伦多、到加拿大来，到各个学校里去进行一些业务上的交流、教学上的交流。另外呢，我们也组织、经常组织一些大量的中华文化的体验活动，可以到中国，也可以在加拿大去，就好像是我们叫这个寻根之旅、夏令营和冬令营，到现在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加拿大的华裔的青少年参加过这类的活动。这对于在这里生长的、对中华文化原来不够了解的青少年来讲，是一个体验他们祖辈和祖籍国的这种传统文化的非常好的一种形式。听起来是 very exciting。谢谢谢谢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OK。哎，拿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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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的夫人是华人，拍一拍的，我是湖南卫视的，我是湖南卫视的，你常住的，对，我在这边，然后移民回去，一半一半，一半一半，非常优秀，当谢谢邱主任，哎呀，调动能力，全场很热烈的，图一两个，图一两个。好，OK，很高兴的，再见了，拜拜。